近日，鹿晗出席某时尚大秀，当天以新发色银色造型示人，身穿红色打底衫，配上墨绿色西装，帅气的穿搭搭配消瘦明显的近照，让鹿晗看上去格外的帅气。从曝光的图片来看，鹿晗这一次明显瘦了很多，甚至可以看到照片胳膊和手那里几乎全是骨头，可以说快要瘦成纸片人了。尤其是跟几月前发胖模样相对比，更加是判若两人，难怪媒体网友都说明星都是胖着玩的，想瘦就瘦。当天鹿晗还因银发上了热搜，有不少明星也参加了该活动，但鹿晗还是因颜值和穿搭吸引了不少热议和关注。而令人注意的是，鹿晗此次参加活动的时候，不少粉丝都在场外，都在为他应援。据悉鹿晗现身的时候，不少粉丝都为其尖叫，而鹿晗本人也非常照顾粉丝，不仅时时关心粉丝们吃饭问题，现场鹿晗粉丝还直接将多余吃的送给了保安，活动群内也全是呼吁别叫吃的了，因为吃不了了。十分有趣，看到鹿晗消瘦如此明显，反观女友关晓彤却似乎变胖了许多，尤其是在最新路透中，关晓彤被不少网友偶遇，身穿白色衬衣搭配长蕾丝裙，关晓彤近照不仅发胖许多，其宽大的骨架也是很突出，完全跟鹿晗身材没法比。要说关晓彤似乎就是一胖体质，这些年恋爱后对身材更是有些疏忽，不知道关晓彤又会如何看待减肥明显的男友呢？